小奶狗就是爱喝奶的意思。我觉得他有点搞笑。 Let's chit-chat. 大家好，我叫孙玉成，小宝，我今年刚刚五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一璇，然后我们是贺先生的恋恋不忘剧组，然后我在剧里面饰演的角色是秦以月，你饰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贺为妃。 其实拍戏之前我还挺紧张的，因为就跟小孩子演戏吧，这个突发状况会比较多。但是后来就是相处完了之后，发现小宝是一个特别听话、特别懂事的小孩。就你说什么，他是其实是懂的。一开始害怕，但是相处之后就不害怕了，因为他其实话挺多的。我是小话痨。对，因为他其实是一个。 性格很活泼的小孩，然后呢，在戏里呢，他要演一个不能说话的小孩。拍戏的时候呢，他很爱讲话，但是他又不能讲话，他就每次就坐在那儿也不能讲话，就很憋屈。导演一喊咔，他就开始说话，他就开始大声说话。因为他们在说话，我想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不跟我说话，我就得大喊一下。 小宝在我心目当中，我觉得它像一只小狗狗，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软萌的那种，而且就是毛还是那种卷卷的那种，就特别粘人。我刚刚在说你像一只小奶狗，什么叫小奶狗是什么意思吗？小奶狗就是爱喝奶的意思。 我觉得他有点搞笑。他什么地方搞笑了？鼻子、脸，然后眼睛，整个身体都搞笑。你觉得他帅吗？我觉得演员有点搞笑。不对呀，你在剧组的时候，你说他很帅呀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说他帅？因为他没在现场吗？对。因为他在现场，他会觉得演员不好使。对，然后他挺喜欢黏着不老实的。 我就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我们后面的剧情就是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对，也会有一些比较虐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，后面的精彩，敬请期待。<笑> 两个人一起对海外的观众说：“谢谢海外粉丝的喜欢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，爱你们哟。” 首先，我觉得很开心的，也很幸福，因为每天能够跟小朋友一起，看着他们很天真、很纯真的这种笑容，就会很快的忘记这些开心也好，或者是每天的劳累。当然，因为他年纪很小，我记得在拍摄的时候大概4岁多，然后他可能每天还在现场的时候还拿了一个小奶瓶。 边喝着奶，然后导演边讲着戏，我们边去对戏，所以有些时候他的精力上是达不到的。你要去不停的去调动他的一些情绪，让他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亢奋和很开心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平时在现场会遇到很大困难，很棘手的问题，可能拍着拍着人就困了。<笑>对，但是整体来看的话，小朋友我觉得表现很棒，很可爱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在不想拍戏的情况下把很多反应去做足。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，孙老板很棒，给你点赞。孙老板很棒啊，你看。孙老板，刚刚你戏里面的爸爸对你说了，孙老板很棒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话？其实我本来想给爸爸一个礼物，但是没给着。那你有给妈妈准备礼物吗？有给啊，这个是给你的。
谢谢你。这背面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礼物吗？因为这个好玩，还能转身呢。我给他准备的是他最爱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喜欢吗？我给他准备的是他最爱的小汽车。夸我。不行，你要不能隔空，你要动手。薯片。Oh no！ 动物园，游乐园，动物园。我需要拿新的了。好，我喜欢动物、我尽量配合你，我在磨好它。我以为它会喜欢，对。小汽车呀，我在帮你赢食物。跳舞。夏天，小狗狗。玩游戏。Oh no！ 老板有点明显了，老板作弊有点明显了。果汁。先画你个小汽车，好不好？然后里头坐着你们。里头坐着爸爸妈妈是吗？好，那你要画一个大大的小汽车。谁当司机啊？爸爸当司机是不是？我不会画司机。那这样，我们画秦以月和小宝还有贺乔燕，他们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吗？那谁开车呀？还是我吧。你是不是开车？好嘞。哎，好嘞。那个爸爸妈妈还有小宝是不是应该坐在这个地方？好，再画小宝。小宝在中间是不是小小的？这个是他。对，这个是他。然后中间是小宝，来画个小宝。这个完了。怎么给自己画了个猪头的感觉？来画个爸爸。爸爸。原来是爸爸的头最大呀。哇。还差头发，真的太显，太抽象了。你这个画，你抽象派的吧？我看出来了，这头发，这里妈妈的头发最多，爸爸的头发最少，爸爸要秃了，爸爸三毛。现在我们该签名了，小字写错了，大哥，小字的勾啊，不是往这边的，它是往这边的，小。小宝的小写对了，然后写个宝。对，我要签个名，我签个名啊。好，那一会儿我再盖个章。好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。对，今天的作品，然后呢，要送给我们海外的幸运的粉丝朋友。耶！谢谢。由我们主演的贺先生的《恋恋不忘》正在热播中，请大家锁定爱奇艺国际版 APP 以及 iQiyi.com 准时收看哦。疫情期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身体，大家多多保重哦。Let's QiChat。